只有濒死的恐惧，才能够唤醒大脑的修身意识。说不定能够刺激现实中的神经，以后就算挣扎，也一定要摁住火，不要让出来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为了出去，值得一试。今晚，我爱你。 我一直在等着你能够清醒过来。你现在有的选了，你是选择跳下去做个冰冷的尸体，还是拿钱走人？很选，你是聪明人。 那林显呢？你还管他？你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三年了，他正眼看过你一眼吗？乖，把录音笔给我，钱和机票都是你的。好，手给我。